你终于醒了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红梅山庄，却见我们家小姐，你的救命恩人。我叫张无忌，带无忌下去洗漱一下。如果你没有地方去，就留在红梅山庄吧。 实在光明正大。 半壁江山已定，我若有违此事，有如此也。
面。你真的没有死？